Yo, it's time for dance. Yo, 系波子舞家伙，今集我哋教杯舞。系啦，大家首先就起身，系啦，起身，唔好坐低。我哋要教杯舞，我哋准备上太空。我哋学下神舟五号，人哋话上太空，我哋准备好未 ？1, 2, 3。系啦，企起身啦。咁我哋就开始教 moonwalk 啦。咁开始之前呢，我哋就教咗 moonwalk 先啦。好啦，去片。嗱，首先咧 moonwalk 咧就要上月球，唔系，着一对鞋，一对上到月球可以跳到 moonwalk 嘅鞋。系啦，第一步咧，第一步好重要啊！第一步踏出人类嘅第一步就系要将右脚踩喺地下度，要夹起，要夹落。有姿勢的第一步很重要，很快你完成第一步之後呢，你就做第二步了。第二步是怎樣呢？第二步就是另一隻腳向後線，假設我現在要用右腳底先，那我左腳就向後線了。是的，第二步。第三步呢就是左腳試完之後，左腳夾起，接著這一隻腳向後線，現在到這一隻腳又夾起，係啊，不斷循環，即係呢一隻腳夾起，呢只腳夾起，呢只腳夾起，呢只腳夾起，試下三四步一齊做啊，咁就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係我走咗出去啲 ，OK， 呢個係簡單版本喎，難少少咧，一開始只腳咧係要擺喺後邊噶，後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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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。起身做啊 ！OK， 第一步擺後邊，我啲平衡先，我啲平衡得就係啦。跟住另一隻腳咧就要先喎，呢只腳先，先係啦。呢個第一步，會唔會向後嘅第一步？一係擺後邊，二係另一隻腳向後先，係啦。咁你 keep 住呢個位咯。呢個時候另一隻腳又擺後邊咯，咁應該點做呢？就係另一隻腳又向後先啦，係啊，我都唔係好明講咩。咁咧，最緊要你逐三腳咧，係不斷咁樣，不停咁樣轉，夾高一隻腳就係逐三腳啊！記住呢樣嘢，夾高一隻腳就係逐三腳，跟住就轉左腳逐三腳，再轉右腳逐三腳，再轉左腳逐三腳，再轉右腳逐三腳。再轉左腳逐三腳，再轉，好成。好啦，然後第二樣就係 slide 啦，跟住 slide 咧就係側邊嘅一種觀摩啦，一種 slide 就係英文係上嘅，上滑梯嗰種。咁你見到咧，其實都係一樣嘅啫，都係一隻腳夾高，另一隻腳就閃，係啊，一隻腳夾高，另一隻腳就要。是咁嘅事 ，OK。咁啊，一、二，見到呢只腳夾高咯，左腳夾高，跟住就到右腳翻入嚟，先入嚟，係啦。呢個時候要好尷尬，因為嘅時候好似急尿咁樣，按唔到廁所點算好呢？呢個時候你就要夾高另一隻腳啦，就咁簡單，夾高右腳，再試，之後呢一隻腳夾高。翻嚟好尷尬，好急尿，再夾高，夾高，閃，翻入嚟，急尿，好尷尬，夾高，閃，翻入嚟，急尿再尷尬，然後就不斷咁重複，示範一個順少少嘅。
嚟追車、追巴士嗰陣。Taxi， 咪走啊 Taxi！ 但大家都會見到咧，我做 slide 嗰陣咧，係會做到一個旋轉可以頭等摩天輪咁樣。大家有冇睇過？你都冇睇過，都冇睇過。咁就做法咧，就係右腳、左腳，周易涉加二嘅十字舞咁樣。係啦，右腳、左腳。但呢個時候咧，你嘅右腳咧就要轉一個圈，左腳翻嚟，右腳轉一個圈，左腳翻嚟。咁你就會見到自己轉緊咁樣啦，轉緊嘅，轉緊啊！Let it go, let it go。 然後你做 slide 嗰陣咧，都係一樣嘅步伐，都係先趌高右腳啦，線啦，翻入嚟啦，再趌高啦。呢、這個時候你就要 slide 去後邊，轉個靚身，四個三分波再 slide， 翻轉頭睇埋世界波，今晚唔睇埋，跟住就會 keep 住轉啊，大哥。系咪好難啊？唔緊要，學多啲就得噶。就會完美的了，好像波子一樣又完又美，是不是很完美呢？那就是這樣，我都趕著翻月球了，那就搬波先了，拜拜。